最重要的是卸妆。那么卸妆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卸好眼镜和唇部的这个化妆品，这是主要在眼睛和唇部使用的。卸妆液，我们卸妆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使用比没有那种刺、没有刺激感的化妆品。卸。首先呢，这是液体，是双层，是油分和水分，分为两个层。卸妆的效果非常好，使用的效果也非常好。那么我们为什么强调没有刺激感呢？这个我们看一下成分。我们喜欢喝什么茶呢？是绿茶，是吧？还有使用了黄春菊等等，我们使用了自然由来的成分，几乎没有皮肤刺激。那些皮肤比较敏感的人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卸妆液、卸妆水。而且呢，我们回收、扔垃圾的时候呢，可以分类回收。那么这是我们的价格，一瓶9800韩元。好的，我给大家介绍了三种产品，塑身内衣，还有化妆品，再加上一个化妆水，卸妆水。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新产品，好吧？那么更详细的内容可以通过我们的爱刀美频道来确认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是有请我们的伊森坤来给大家介绍